的伙伴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我们 ESG 经营趋势下企业如何去建置能源管理系统加速净零排放目标的线上研讨会活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研华陈维智。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研华客户成功经理 Joffy。 我们今天邀请到四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安永顾问林群瑶副总，再来欢迎立达新陈威宏总经理，第三位是我们研华产品经理林律，最后是研华市场开发经理黄正熙。在2015年，联合国提出了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涵盖了环境保护、社会进步跟经济成长等三大面向，作为2030年前世界各国发展的指导方针，许多国内外的企业也都将这个执行的成绩列为供应商评选合作的指标之一。这件事情不再是像之前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要做或者是不做，现在面临的是如果没有跟着这个趋势走，就会让你自己的企业竞争力降低。本次研讨会以线上的方式进行，我们邀请了安永顾问与您一同探讨 ESG 议题在企业永续经营的重要性，并结合立达新及研华等专家的经验分享，在节能、创能、储能、系统管理等面向，从油气、水电等基础建设的资料搜集，到如何借由工业物联网平台 WISE IEMS 进行能源管理和数位转型，满足能源政策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帮助您开启能源革命的新篇章。既然 ESG 这么重要，首先让我们邀请安永顾问林群瑶副总来为我们说明 ESG 新显学的永续浪潮。谢谢两位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大家好，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负责 ESG 策略与永续发展咨询服务的副总，我叫 Brian。今天有幸接受研华的邀请来分享这个 ESG 世代来临不可不知的永续浪潮，来跟大家进行 ESG 的一些分享。那第一个要针对 ESG 的趋势跟大家做细部的分享。 ESG 分别代表叫做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哦。那基本上过往大家在做企业经营的时候，可能比较在乎的是所谓财务绩效的量化哦，那反而对于所谓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不是那么的琢磨哦。那近来因为新世纪的风险哦，大家都会针对这些相关的内容去做一些连结哦。那也就是我们企业经营现在开始要考虑的是怎么把 ESG。和直接的业务连结来去做这个整合跟交流哦。那左下角这张图就代表着是有一些研究机构统计，这个 ESG 评比相对比较好的公司的市场价值，可能比所谓大盘或者是 ESG 表现比较不好的公司，它表现的相对的比较亮眼。那其实可以换个方面想这 ESG 的事情哦。那其实代表着背后代表意义是 ESG 的评比如果相对是高的，代表这家公司的整体的管理品质是高的
也就是它的广度和深度其实都相较于其他的茎叶来说都是表的比较好的，也就是可以代表着是说公司如果面临到相关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一些风险的时候，公司的反应速度或者是操作的弹性也就相对比一般公司好多。那究竟为什么这一两年这个 ESG 的趋势被推动的这么大？那我们可以归咎成三个面向，左下角第一个可能是这个供应链的碳综合，那也就是现在的供应链包含苹果包含 Google 这些相对比较大的公司都会要求整个供应链去做到供应链的碳综合，那所以也慢慢推动这些厂商开始去做相关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第二项，那未来出口到欧洲欧盟都要经过这个碳税的增加而去调整自己，也就是有一些商业的模式可能会被调整。那过往可能我们会去所谓以前是去中国，现在可能去东南亚，利用那边比较相对比较便宜的人力物力来制造商品，但是可能他用的方式是比较不节能减碳的方式去做制造。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问题是未来他输入到欧洲的时候，那他可能这个商品的这个碳税再加上去本来的成本的话，可能就不符合市场对于这个价钱的这个认定程度，那所以也很多公司因为这件事情来去关注 ESG。 除此之外，其实主管机关也持续有在推动，包含有公司治理 3.0 绿色金融行动点都在推动这些 ESG 的浪潮，那最后是资本市场的部分，叫做 ESG 的投资，那最主要是这些所谓金融的公司，他们现在都会规范自己在做投资的过程之中要去确认他投资的标的物或者是放款的标的物的 ESG 究竟做得好与不好，简单说，如果公司的 ESG 做得不好，这些投资机构不能买公司太多的股票。那授信而言，如果说公司的 ESG 做得不好，那银行贷款给公司的金额不能太高，而且它的利率也会因此而调整。所以实务上刚刚提到的这些事情都开始影响公司实际的营运内容。2020年，特别是2020年，大家都开始讨论，包含我们自己政府也开始提到所谓净零碳排。其实包含很多人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政府是不是没有做好一定程度的准备。其实从国际上来看，几乎每个国家都会设定相关的内容。那之所以要设定相关的内容，原因是科学家已经认定这件事情叫做所谓系统性的风险，可能会对于就是全体的人类在生存上会有一定的程度的挑战，那从右手边包含粮食、海平面、热浪、风暴、干旱以及濒临物种都会因为全球升温而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也就是有这个背后原因，那政府就开始来推动相关事情的推动。刚刚有提到这个欧盟边境碳税的内容，我就简短跟大家介绍。那最主要其实就是产品，任何产品输进去欧洲，它就会跟你 extra charge 一个所谓碳税的部分。那 phase one 是2023到2025，左手边有提到，那第一阶段是水泥、钢铁、铝、肥料跟电力等相关五大的这个碳风险比较大的商品会一开始就被做监管。那慢慢的到右手边，2026年起，只要所有的产品或商品入到欧洲的话，就要开始征收所谓的碳关税。那各位可能会思考的是，那欧盟这样子做，美国有没有同时在做？有的，美国其实也开始同样在研拟相关的草案，但我相信不久的未来，那日本会不会、韩国会不会、中国会不会，这件事情其实是事实已经发生。所以对于
所有的企业而言，这些都是要去考虑的一些营运的要项。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推动这件事情，就开始有了这个气候变迁调适法哦。那他也已经预定是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行政院已经通过，那要预计送到立法院来进行法案的通过，最快最快明年可能就会影响到所有产业的一些因应。那这种主要有六个要项，那其中是第三、第四、第五这三个要项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其实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观念是，未来啊，这个碳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你企业的排碳数越高，你要缴交的所谓碳费也就越多，那这也会对营运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来是第六点的部分，是连接到刚刚跟大家说明的所谓的碳边境碳关税。那它边境碳关税最主要是用这个碳足迹来去做设定，所以每一家企业应该都要知道自己所生产产品的碳足迹到什么样的机制来去做因应。那除此之外，除了刚刚这个气候变迁调适法之外，还有主管机关针对上市柜公司有推出一座有预防路径，它其实就是直接规范所有的上市柜公司按照资本的多寡，那要去完成所谓温室气体盘查的动作。简而言之，所有公司在最晚最晚2029年就是要完成所有的盘查哦。那这是主管机关相对比较积极推动的一个作业。那接下来花点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是说这个 ESG 那怎么带给企业来做一些转型，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那第一个，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有它一定的这个步骤跟方式。那我们安永针对这个业绩转型，有大概四个步骤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分享。那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去辨识这个所谓气候风险，以及机会对企业而言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知道了这些风险跟机会以后，就到了第二步，要去设定自己的策略。那有了这些策略之后，就要订定所谓的计划哦，去做执行。那最后当然定期的做所谓 PDCA 去 review 去检讨，再进行优化。怎么辨识这个所谓风险跟机会呢？那上面这张图是也是主管机关有在推动的一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叫做 TCFD 哦。那从左上角就可以看到有所谓的风险，右上角就是所谓的机会。那风险分两种，一种叫做转型风险，一种叫实体风险。所以我们一刚开始大家可能不清楚所谓气候变迁的风险，大概都以为是狂风暴雨、台风，然后什么暴风雪啊、干旱啊这些事情，这个是属于左上角下面的叫做实体风险的部分。但事实上影响企业最大的是上面的这个转型风险。转型风险里面有包含刚刚讲的这些政策跟法规，就会影响到企业的营运。那除此之外，市场也会对于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技术要求的更多，所以对于工程能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要求。再来是市场也会越来越 favor 这些所谓 ESG 的商品。最后才是连接到如果公司没有办法的话，那反之是做得不好的话，对于公司的声誉就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右手边的话，既然是有风险，可能对于有些公司来说就是一个机会。那包含现在全球各地都在推动这个所谓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对于相关产业而言，它当然是一个风险哦。那所以会连接到这些新能源啊、产品服务，或者是市场以及公司对应相对机会的一些韧性哦。那当然从这张图来可以看到，有了风险跟机会，向下就会有一些财务的冲击，也就会影响到所谓的财务三大表。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权衡说这些风险对于企业的影响到哪里？我们可以利用上面这张图，从
外部来看，也可以从内部来看。那左手边是外部来往里面看，是包含企业的营运压力、竞争的压力、规范的压力以及公关的压力，来去参考 ESG 对于这些面向来说，公司有产生的压力是哪些，进而去解决。那右手边的部分是公司内部的资源，当然人力资源、智慧资本、自然资本、智慧制造资本、财务资本等等的，要去考虑说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资源、人力、物力，来去把相关的事情去管理好。辨识了所谓风险跟机会之后，我们就要去了解说我们现阶段的这个策略是设定在哪里。那当然左边的这张图可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说，其实大家可以针对各个不同的 ESG 的项目去设定好自己的角色，没有规定哪一个角色是对或者是错。我想带给大家一个观念是 ESG 只有最适合，没有最好。不代表说别人家公司做的相关的作为拿到我们公司就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因为背后代表的是公司的管理体系、公司的文化，来去连接这件事情到底做得好与不好。那所以当然就有不同阶层的人，他愿意在不同阶段做不一样的事情。从左下角，像有些公司就设定好自己，就是法规规范我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那再稍微比较激进一点，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是风险。那风险而言，他就不会他就想办法去规避。再来是利用营运来做这个差异化，那最后是策略的差异化，以及自己成为业界的标杆。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的 ESG 的要项或者是重点，用这种矩阵图的方式来去做呈现，然后来去确认自己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最适当的。那这也是另外一种盘点自己永续策略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做分享。那再来是盘点出这些风险跟机会，还有设定好策略之后，我们要设定好自己的短中长期的目标。有了这个短中长期的蓝图跟目标，企业才会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当然所谓企业也都是瞬息万变的，当有突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两是 COVID， 公司可能这个蓝图就会因此而去改变，而去更加的完善。那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做分享。那一般来说，我们要完整这个流程大概会分四个步骤。左手边当然是至少要知道自己的 ESG 资讯现在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可以对外揭露，或者是自己有一个管理体系在定期的收集并且 review 这个资料。再来第二个是了解自己和所谓标杆的差异在哪里，那知道自己的差异之后才可以去迎头赶上，所以就连接到第三个，我们要设定自己的永续的发展的蓝图。那当然第四项就是相关的，不管是权责人员都要设定好，那定期的去 review。 那最后最后当然把这些事情 summary 起来，可能会打造出一个属于公司的这个 ESG 的品牌的价值。那最后这一页我想说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那很多公司可能才刚开始接触这个 ESG 的内容，那其实有点像这个爬楼梯，那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慢慢的前进，只要今年度比去年度可以更多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在进步。倒是不那么建议比如说公司花很多的资源、人力、物力要去做到所谓的一步到位，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可能跟公司就是企业文化或者是相关的流程都要去做一些调整，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以上是我利用一点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做分享。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显学的重要性，后面我们就要来谈谈如何实际规划跟执行去做到能源管理跟数位转型。首先我们先邀请立达新陈维宏总经理来跟我们谈谈如何从底层的基础建设去做建制跟评估。大家好，我是立达新科技，我叫 Hank。 今天呢
跟大家来分享能源管理前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今天主要呢做的是能源管理相关的系统分析。那利达新科技呢主要成立于2013年，那我们主要做的是相关系统整合设备商。所以在能源管理呢，我们这边呢有相关的工程时机已经9年了。那这是我们相关的工程时机，至今呢利达新已经辅导将近2000多家的公司做能源相关的分析以及建制。那能源管理前期导入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从几件事情来探讨。我们从面对国际2050净零排放这件事情来看呢，基本上呢在于净零排放这件事情呢，我们有相关的行为可以改变，而且节能呢相关这些东西，以及创能的风力、太阳能以及相关生殖能这些。那2050年呢，碳排放这件事情啊，并不是单一一种的解决方式，而是需要从各个面向去看的。那必须从供给、使用、制造、环境四个方向下去着手。从供给端呢，我们提供低碳的电力；那使用呢，采取高端环保节能相关的一些方案下去做使用。那制造端呢，必须要改变他们的制程以及原料，减少排放这些。那在环境方面呢，我们需要透过新的碳捕捉技术以及封存，将工厂、电厂这些排放出来二氧化碳封存到地底。所以相关的技术是有非常多种的，而世界也一直在持续的进步中。那能源管理呢，事实上是一个循环经济。我们主要呢从现阶段来看，因为大家的工厂大部分都已经建制完成了，所以呢主要会从节能、创能、储能以及备能这4块来看。节能呢就是我们相关的行为以及呢用电是否正确，然后呢创能的部分就是我们太阳能。那这些太阳能相关生殖能呢，依照不同的案场以及客户在的地点呢会有不同的规划。那储能的部分呢，因为呢我们再生能源创造出来之后并不是真的容易保存。由太阳能来看的话，白天的时候有电，到了晚上是怎么办？我们就必须靠储能的方式将它储存起来。而一般来讲呢，太阳能的投资的20%需要再去投资储能的部分。那备能的部分主要是针对重要的用电设备，因为呢我们重要用电设备呢在于工厂端是主要的生产器具。台电呢目前呢常常在于供电端的不稳定，所以呢备能这一块呢，例如 UPS 或是大型的保护型电力系统，这些呢都是属于备能这边所需要去探讨的。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2011年度能源查核申报。能源查核申报呢主要是针对800kW 以上的用户。那800kW 以上的用户呢，在台湾呢属于高耗能用电的用户。那依照能源管理法呢，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锾。如果说在于相关的能源系统还是没有建制的话呢，那之后是真的会按次加倍处罚。那能源查核申报这件事情呢，我们从空调系统这边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在于以前呢，能源查核申报啊，我们的空调系统啊只需要针对主要用电整个系统来做一个评估。所以呢以往大家在安装以及收集资料的时候，都会看到一整个空调系统只安装了一个电表，在最前端的电力系统去做监测，将数据收集出来。那在新的能源查核申报呢有所改变了，我们是针对呢每一个相关的用电设备，例如空调系统里面主要的水泵，然后冰机以及冷却水塔，这些呢都需要分开来逐步去做每一个电表的收集以及电力的监测。那主要这些要做什么呢？因为新的能源申报跟旧的能源申报差别差在于效率分析。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产品以及每一个用电设备呢去做效率分析，所以可以看到它需要针对每一个项目呢去安装电表。那在这个能源查核申报表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效率值的产生。所以呢我们需要每小时确切的记录冰水机、冰水棒、冷却水棒以及冷却水塔的耗电，至少呢要保存5年。那能源查核申报的空压系统的部分呢也是，因为为什么呢，今天能源局呢只针对空压系统以及
那个空调系统来做，是因为通常一间工厂呢，30%-40%的用电在于这个地方，所以呢，它针对这个地方去做改善，那就针对未来的用电呢，就很大幅度的改善了。那可以看到空压系统的部分呢，针对就是空压机本身，每一台呢都需要安装独立的电表，然后呢，以及以往没有在监测的干燥机以及吸附式干燥机，这些呢都需要独立建立电表来监测数据。那监测数据之后呢，我们要去计算它的效率值。那针对呢这些的效率值呢，来评估我们的空调设备呢以及空压设备是不是已经老化了，是否有更换的需求。针对更换的部分呢，能源局这边呢也有提供一些补助，那未来的时候可以针对这些部分呢跟我们公司这边呢来做探讨。那公司这边呢提供了相关的一些能源管理以及前期量测的一些小设备，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客户去做前期的导入测试做使用。那这个多元的异常诊断呢，最主要是要挖掘就是平常我们用电不合理的地方，那针对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呢，我们去做前期的量测。那以往的能源管理系统呢长得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以往都透过 PLC 跟相关下面的设备去做沟通，然后收集资料后再上抛给系统。可是在新的部分呢，研华这边提供的是透过 H 端的产品直接呢将资料上抛到云端，未来的话这条路线会变得非常的快速，不再像以前一样我们需要做完整的规划，然后呢并且透过 PLC 工程师来做规划。那公司呢这些相关的 Edge 的产品呢都可以直接接上我们的 sensor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那在于数据绑定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看到我们在配置上呢直接前端只需要一个 Edge 产品，然后搭配我们 sensor 就可以将所有的油气水电相关的设备的制程相关所需要的耗能给收集回来，再搭配上能源管理系统，这一个基本上基础的能源管理系统建置就完成了。那透过这样简单的建置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公司本身基本的用电状况以及效能状况，然后来做一个下一部分的评估。那这个就需要由专业的厂商跟贵司这边呢去做合作以及探讨。我今天的前期导入的部分呢分享就到这里，好，谢谢各位。了解如何建设规划后，需要有一个好的工具来做承上启下，让我们欢迎研华产品经理林律来分享研华 iEdge 如何协助由边缘端上云优化部署能源系统。嗨，大家好，我是研华的产品经理 Louis， 我们来自于 EI 的产品部门。优化部件能源系统 iEdge 资料采集智能平台，边缘运算的价值在于四个象限，左上角为缩短时间延迟与加速决定，右上角为资料采集、格式转换与流量控制，左下角为端的资安管控，右下角为端的有限度自治管理。这些综合起来就是边缘运算想彰显的主要价值。 EIS 的资料采集方案源自于软体的 iEdge 加上 EIS 系列的硬体架构，主攻如 CNC监控管理、半导体、PCB 制造加工、智慧能源管理等垂直市场。iEdge 与 Apps 的架构图，可以看到无论 Server 端还是 Edge 端，视觉化都透过 Grafana 支持，而资料库则支持 MongoDB、Postgres、SQL、InfluxDB 等。通讯则包含了 IoT Hub 的 RabbitMQ、MQTT Broker，以及端的智能管理 Node-RED。 这边是 iEdge 的软件组合区块，说明了从 API 到 UI 一连串的功能面的实现与界面的呈现。可以看到从右侧的功能接口一直到左侧的 Intelligence Events Plugins Device 管理到 Dashboard， iEdge 提供简易且完整的边缘资料采集与管理。 iEdge 端到云整体的方案架构包括左侧的硬体实体设备，从 sensor 到 gateway 到云，云又可分为私有云与公有云，再到右侧的软体管理，从底下的 PLC、Section
通讯协议到 IH Agent， 再到 IH Server， 一层层将资料收上来，最后透过 IEMS 等视觉化平台，创造出即时能耗监控、能耗统计分析、设备诊断、能效优化等多种微服务。IH 自身也具备简单的仪表板呈现，方便使用者直观的接受讯息。这里是 server 端的内容，供大家参考。这边是 IH Agent， 接位端的 IH 仪表板，主要差异在于移除 server 端的 event 功能，并带入 Node-RED， 呼应 ESG 节能，亦可透过 IH 的智能部件来达成。Node-RED 提供快速简易的图像式连接，让开发人员轻松地制定灵活数据流，并通过 JSON 导入和导出设置和流程。经由 Node-RED 的设置，一些前导的节能作业可以提前置入。例如，当边缘管理的整体功耗达到上限，可联动关闭装置，降低能耗。这些规则的制定能帮助降低中央管理的压力，分散处理较小的工作，达到智能平台。最后，为目前 EI 所适用的硬体系统，主要分为资料采集的 EIS 系列与 AI 边缘运算 AIR 系列，还有最新的 EI52 作为高算力的 Gateway 平台，横跨资料采集与 AI 运算，是近期 EI 推出的强力小体积系统。以上是 IH 资料采集智能平台。有了资料之后，需要有一个好的管理界面，将报表输出给主管单位，提供好的图表给主管做分析判断。让我们欢迎研华产品经理来介绍我们的 IEMS 能源管理系统。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研华 Jason。 今天的分享将采以终为始的概念，说明企业如何运用智慧制造、数位转型来达到零碳排的目标，并以导入的先后顺序介绍研华在智慧能源管理的相关解决方案。从去年开始，全球不约而同针对净零碳排提出相关的法令法规，台湾也不例外，如金管会的公司治理及环保署的温管法，这波零碳目标影响范围也逐步扩大。况且净零碳排不是买个碳权就没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即可达成的目标，这也是许多企业已经开始非常积极导入各项 ISO 相关管理机制的主要原因。所以，企业在面对净零碳排之路上，一般会建议采用三个阶段：短期，从碳盘查、设定零碳目标与时间轴开始；中期，可导入再生能源及采用新技术或设备；如此一来，长期才能透过 PDCA 逐步将组织碳排原始设定计划执行成果到审视落差的原因，并结合智慧制造的数位转型方法，进一步改善计划，持续优化减碳效率。企业要达成整个净零碳排的目标，需要先针对组织整体的碳排放开始盘查，盘查的范畴包含范畴一、二、三。纵观图上三个范畴，可发现范畴二是最容易盘查，也是许多企业优先以导入 ISO 50001来作为净零碳排的起跑点。在导入 ISO 50001标准时，顾问一定会要求组织要定义两个重要数值，也就是能源基线和能源绩效指标。这时的情况就像我认为我该减肥，所以找来了运动教练，教练却问我要瘦身多少公斤，但我却没有概念，原因是少了第一个关键步骤，称体重。因为当我没有体重资讯、 BMI 资讯时，怎么会知道要瘦多少公斤，要瘦哪里？所以现在大家普遍会戴上智慧手环、智慧手表，可显示历史体重记录、运动记录及减重成效。这例子也是在告诉我们，想要节能，但总要知道目前的能耗状况。所以在能源管理的第一步骤的体重计，也就是能源管理系统，以研华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EcoWatch 模组为例，可以透过画面在网页上及时了解每天能耗状况是否达到节能标准基线
是哪一个设备、哪一个部门超标，进而才能订定节能计划。EcoWatch 开始导入时，会将边缘端设备资料采集上传至数据湖，在系统中会将油、电、水、气表等的分类设备到各个组织、楼层甚至制程，这些操作都可采用无代码架构设计，管理者可透过画面自行拖曳的方式来进行配置。对企业的好处在于，当日后有设备或组织异动时，管理者可直接透过网页拖拉的方式设定完成，不需要额外花费请原厂修改程式或系统部署。因此，我们整体方案都可高度的透过设定方式来完成配置。EcoWatch 在导入首次配置的时候，内建许多企业常见的设备分类以及细项。系统导入之后呢，企业会透过蓄量相关功能来了解即时用电是否符合或超过契约容量。系统最小单位可监控到每15分钟的蓄量状况，并提供即时供应分析与相关趋势。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减重例子，有了体重计和智慧手环之后，就可以罗列各部位需要瘦身的目标。所以 EcoWatch 模组可以依据企业节能策略目标来制定能源绩效指标，如单一设备、单一楼层或厂区等等，并可以设定告警规则来侦测不合理的用电发生，并可针对数位电表异常断线时发出告警。所以企业在系统导入一段时间之后， ISO 稽核员也常会需要检核组织能源管理执行状况。 EcoWatch 模组也可针对 ISO 50001提供所需的相关报表或历史数据，方便稽核阅览。因应能源局今年的新要求，可呈现冰水系统相关资讯，并提供申报样式及报表，也包含空压机相关资讯，便捷管理者整体作业流程。所以研华 EcoWatch 模组从 ISO 50001的导入前、中、后，甚至到日常的维运，都有一系列的对应功能，让企业能够以从容的方式，以 ISO 所提到的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调整能源基线及能源绩效指标，朝组织能源目标迈进。有了能源管理系统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着手碳资产管理。Carbon R 模组可将企业内部 Excel 盘查的结果透过数位化方式进行核算，并从系统设定组织所定义的碳排放策略进行快速比对，整体温室气体排放是否真的合乎规范。企业针对领料、备料、出差勤及生产设备等等资讯都有系统记录，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研华 Data Insight 一直资料整合工具，将数据中整传给 Carbon R 模组之后，个别计算各范畴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完成自动化的核算碳排查结果，并产出国际所需要的碳揭露相关报告。所以我们在 Carbon R 模组后台界面上，管理者可自行定义温室气体转换的公式及组织碳排放的切分。前台界面更可提供实际的碳排及目标值做一比对。系统也包含了日常维运或稽核所需的范畴一、范畴二还有范畴三所对应的排放报表，供管理者线上查询或汇出报表。最后更可因应组织高层或董事会的定期管理，甚至是对外揭露的 CSR 报告所需，提供组织碳综合总览界面，以了解组织的各年碳减达成率的状况。传统的节能做法都属于事后管理，也就是收到账单后才能知道能耗状况。透过上述系统导入与 ISO 管理机制导入之后，有了及时的电量监控，让管理者可进一步进展到事中的管理。但要如何要进到事前管理，动足先机，
就必须要借重 AI 人工智慧技术。HVAC 模组可透过 AI 人工智慧模型运算，深入了解过往用电的习惯，来预测未来六小时的用电负荷。当未来用电可能超出契约容量上限时，企业即可提早针对此状况来做出用电调控。能够事前知道未来的用电状况其实还不够，我们针对暖通空调提供专属的解决方案，透过多设备的资讯收集及 AI 人工智慧综合运算分析，反向控制相关设备最佳运转值，以实现营运策略的最佳化。联华 IEMS 智慧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融合了行业的属性，从建筑、园区到工业产物，让企业面对节能减碳的要求下，借由研华云原生的企业级容器化与微服务化管理平台，以终为始了解每年所需要达成的减碳目标，逐步到每季、每月甚至每小时的监控与管理，协助企业有效能落实 ISO 中的 PDCA 循环式与滚动式管理，达成减碳目标。我们也相信搭配 AI 人工智慧进阶调优控制来进行无人化的智慧治理，将会是企业在推动 ESG 时的关键行动。我是研华 Jason， 各位先进若有进一步指教，欢迎与我联系，谢谢。希望今天的研讨会能带来各位不同的体验，能让各位了解 ESG 的趋势及如何去实践能源管理以及数位转型。目前看到线上有来宾发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挑选两题作答，之后没有回复到的再麻烦协助提供相关资料，我们后续会有专人回复。通常一般建制要如何评估电表、水表等基础建设的数量以及建议的方向？那这题我们请负责能源管理的 Jason 黄经理来作答。以 ISO 5001角度来看，安装一颗电表跟安装100颗电表，哪个能耗效益比较高？答案是一样高。为什么？因为当安装一颗电表和100颗电表都能够监控到 80% 的能耗，就代表能耗可以被组织有效的管理。从另外一个实务的案例而言，若安装一颗电表能够监控到组织 80% 的能耗，另外是安装100颗电表能够监控到组织 10% 的能耗，那一定是 80% 的能耗安装电表的效益实际比较高。所以从 ISO 5001的角度，会建议组织从高能耗设备安装电水表优先执行。我们现在有看到第二个来宾发问，他的问题是，如果我想开始进行 ESG 这个议题，但是不知道要从哪边着手，有没有一个什么建议的方向？那我想这一题我们还是同样请 Jason 来帮我们解答。如稍早简报介绍，可优先从碳盘查范畴2开始着手，并优先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作为起跑点。此外，由于各场域的设备不同，如生产设备或产物设备、油电水等等，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透过研华专业团队实地敞勘与需求讨论，才能进一步做出适当的建议。谢谢 Jason。 活动最后画面上有一个 QR Code， 请大家扫描填写问卷资料，我们会提供今天的简报资料，另外有机会抽中获取哈根达斯的冰淇淋以及免费见诊的机会。 QR Code 的画面我们会停留一分钟，再麻烦各位来宾踊跃填写，谢谢大家。